大家来到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总决赛暨闭幕式的现场。晃晃，见字如面。但凡有一个人健康码黄了，是吧？整个行业就黄了。铁丝网后面一只小浣熊，对吧？放我出去！看得出来，今天打扮的特别的帅。准备好接受暴力丑学的幽默了吗？现在全中国微信上住在冰岛的人，比冰岛的实际人口都多。我其实已经赢了，因为我已经是脱口秀女王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保留环节，第二届最不重要的颁奖典礼。冠军，冠军都是冠军，冠军，冠军都是冠军。恭喜！